一朵朵橘色金盏花绽放，但可别看它小小一朵，其实它的用途非常广泛，可做成金盏花糕、护唇膏或茶包等等。我们就可以做成护唇膏。每年三月到五月是金盏花的盛开期，新竹尖石乡的纳罗部落也都会举办金盏花之旅系列活动，并串联尖石乡内特色景点店家，寄出优惠措施，让来访游客可以尽情畅游金盏花海。那只要凭青蛙石的票券到我们休区里面购票的话，可以现折30元，除了可以到现场让你采到很多的无限制可以让你采花之外，它还有一个 DIY 的活动可以让游客去参与。纳罗休闲农业区从100年开始推动金盏花种植，而恒山地区农会辅导部落举办香草产业行销暨金盏花之旅系列活动，协助部落行销。也要谢谢我们每一个产销班，在他们所有包括薰衣草、月桃还有我们金盏花，它各自不同的一些这个种植的作物里面发展出了很多很多的不同的更高价值的一个产品出来，也点亮了我们整个纳罗部休闲园区的一个亮点哈。总干事说明，从23号开始到4月底，金盏花季期间，每周5、6日都可以来到纳罗部落，徜徉在金盏花海内，并体验认识在地农业。《原始新闻》Gillian Wu Liu，新竹尖石。